老花一开箱瓶子啊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金银花。金银花呢是非常好养的一个花，在我们山东地区、北方地区呢，完全可以实现地栽。而且呢，它的一个花呢是可以泡茶喝的。金银花有很多的品种啊，咱们先打开看一看。另外呢，这个呢又是从江苏那边发货过来的一个，好吧，一个金银花。像金银花这个东西呢，大家就可以闭眼入了，因为很便宜啊，很好养活。你不论是从哪买，你这个你放心，因为足够便宜，足够皮实，所以说呢，不会像一些个高端的花卉里面容易掺一些水分，容易被骗，这个完全不用担心，非常皮实，非常好活。那么大家在养护它的时候，尤其要注意一个什么点呢？就是光照，一定要给足光照。南方的花友呢，您就稍微注意种的时候不要种到很低洼的地方。一般在南方比较潮湿的地方，雨水比较多的时候呢，它会容易得一些病害。它不次于月季，不次于月季，它真的会成为一个药罐子。那在北方它就不怕了，基本上种到地上你完全不用管，就靠天吃饭，甚至说比紫藤还要优秀。那么首先呢，给大家看一下土。这个季节完全可以去买金银花，可以做室内盆栽的，好吧？咱们首先看一下土，土的话呢，就非常的不建议大家这种买这种特别黏的这种土。如果说收到这种黏的那个土呢，建议大家用水冲洗掉。这种很黏的土啊，对于这个养护来说，就以后会很难的。所以说大家尽量的清洗清洗，让根系保持那种啊这么凉吗？这个水，哇，这个天哪，啊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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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接近于零度的水啊，太凉了，太凉了，太凉了。洗洗手，哇，哦哦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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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咱们在洗完之后呢，根系就这样了，不需要做什么处理了，因为现在呢是完全可以去洗根的。这种买到的苗子呢，现在这个季节买到都是一些休眠的。如果说你们南方的花友买到以后，也可以这样像我一样操作一下。北方的花友，如果你室内有暖气啊什么的，你想要盆栽也一样可以这么洗根。洗根之后呢，咱们就是往里边种土了。选到的花盆不要很大，这个就已经是极限了，大概有二加仑大小。这是花博士的八号素颜盆，我选到的是一个蓝色的，好吧？这放进来，您大概感受一下，它的一个根系呢，已经是感觉是可以接触到盆底了。这个时候就可以不用加渗水层了，加一层底土。之后呢，在种的时候一定要这样反过来，让这个里面根系里面都能够接触到土壤，千万不要空根，空根之后很麻烦的。很多花友就是说，哎，老花姨，我这个我天天浇水，怎么感觉还是供不上水啊？你那个根系它没有被完全给裹住啊，所以说不要让它漏了土，这样子哦。下面再加一些底土，免得高度不够后期麻烦。接下来入盆，入盆就这样，不要埋得太深，不要埋得太深了，埋得太深了可不好。这样稍微提一提，你要稍微提一提，这个根系不就是更容易接触土了吗？可以看到我埋的时候呢，大概都是表面的一个根系呢跟这个土平面就很接近啊，这个土可以稍微少一些。之后呢，咱们就是给足光照，等到它去这种自然的苏醒就可以了。哎，有一个点是什么呢？如果说你们家里面很冷，你想要室外地栽的话呢，这个季节不适合，要春天的时候去室外地栽，这个季节适合盆栽，家里面很温暖，一年四季。之后一个养护呢，一定要把握住光照，只要是光照给的足，金银花一点毛病都没有，就是光照。然后呢，它会长长，它是爬藤的，大家可以加一些个杆子，大概颜色您可以往花盆里面加一些这种杆，让它去爬藤。如果说有条件的话，尽量是给它做一个那种花墙起来，它会爬的。如果说你嫌它长得很长的，你就都可以修剪哈，可以修剪，它很耐修剪，非常皮实，非常的好养。金银花呢主要是这个点，很多话说我养不好，您养不好，首先咱们说盆土这一块，盆土大家用盆用土的话，第一个你们埋得太深了，花盆用的也太深了，容易闷根，尽量的用一些沙壤的一个土壤。如果说大家不想要去埋土的话，你像我们家也是埋土，如果说大家不想要埋土，可以用沙子掺一些羊粪，可以这样子去种，好吧，掺一些发酵，完全发酵腐熟的，这样子可以。如果说大家用的那种黄泥土，上面埋得很厚，用的盆还很深，梆硬，这个植物就基本上宣告死刑了。盆栽跟地栽不一样，地栽的时候呢，它有一些蚯蚓啊，有些虫子，它会帮你松土，你盆栽就不一样了，好吧，这是土。再一个就光照，光照不足的话，你尽早放弃，你不要考虑光照不足，你就养个绿萝，养个麒麟尾这些个东西，养一些龟背竹。再一个呢，就说到浇水，它耐旱能力是很 OK 的，但是呢也要保持一个干湿循环，干了就浇，不干不浇。温度这一块冷点热点都没事，就害怕积水，
尤其是南方，人们种的时候尽量种到地势高一点的地方，好吧？全国各地都可以养，非常皮实。一旦是潮湿啊、闷热啊、缺乏光照，就开始上各种的一个病害，大家尽量的去用一些药物去预防一下。如果说自己吃的话，也可以不用药，什么样的病害也不足以给它致命。如果说病害很严重，你嘎巴嘎巴全部修剪，你说大太阳一晒都白白了，好吧？很皮实，很好养。日后的用肥呢，咱们现在裸根入盆就暂时不要用，等到它复苏了咱们再去用肥。好了，给这个金银花来个评测啊。像这个东西呢，20多块钱，首先说到价格，像这个苗子呢，一般看的话都不会低于一年，至少要长一两年，甚至说时间长的地栽的话可能要长两三年。20多块钱的话性价比还是可以的，你光说人家江苏那边发货有坑，这个东西它就没坑了，你对吧？你像咱比方说买铁，你只要称够数，铁不都是一样的铁吗？这还能给你掺铜啊，对吧？所以说光什么简单盖的苗型85分妥妥的是有的，综合呢咱们给到90分吧，不能太低，因为之前给的都太高了。金银花非常好养，送给大家，绝不错，记得点个赞啊。然后呢我会随机抽取送给大家，我是老花一，养花最专业，拜了。